吃个米线，这个是香菇鸡汤的，直接不辣的啊，就是那种浓浓的鸡汤味。这个是那个香辣牛肉的，尤其这种细的这种米线特别入味，特别好吃。姐妹们，你们想吃的可以买一袋回去啊。吃完以后就是暖暖的那种的，特别好吃，味道。妈，太香了！12桶哦。这个鸡汤你们拍回去可以给孩子吃，我们家姑娘特别爱吃。胃里暖暖的那种，这个是鸡汤的啊。鸡汤的全是那种香菇的味道和鸡肉的鸡汤味，可浓郁了。小宝贝，能不能给我拿个勺子来喝点汤？哎，吃了之后，尤其是这样不想做饭的时候，来一桶，瞬间胃里暖暖的。哎呀，过瘾。太过瘾了。真的是每个味道都不一样，这个真的是那种，哎呀，鸡汤味太浓了，太好吃了。这一拍视频紧张的，一拿勺子手都发抖。这个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啊。不需要煮，好方便。太过瘾了。